哎，我讲我要来帮阿伯买五罐啊。五罐。五罐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喝啊？没有啊，五罐汽水啦。过年了，要买个气泡水跟这个是什么？那个奶油苏打。奶油苏打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带回去。阿伯晚上刚才打电话给我呢，说晚上要在青州煮剥皮辣椒鸡。对啊，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小伙，阿林到有香菇无？大的香菇害我拢，我拢想无无伊要创啊。”哎呀、啊，我嘛无加工，我买落来。是啊。哎呀、啊。哎呀、啊，哦，不错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有客人，你先去。哎、啊，我空我杯。周小姐来买酒。哎呀，你烦死了。我都爱加人啊。长偷偷食个，食着家己的嘴呢，偌好食啊！啊。嘴巴旁边的肉。嘴边吧啦。那个露露，今年送你的酒就是这个 Distant， 好不好？它有那个雪莉桶，哎，对，然后所以它喝起来甜甜的，好吧。然后有送一个它的郁金香杯，哦，对，很像郁金香的酒杯。好了，今年就送你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很红的酒，好不好？不要喝酒醉了，喝酒醉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对不对，小琪？开船就别人去开那个露露，未来风洞，未来会造成风洞。周小姐今天带你来那个海洋日照中心，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仿生兽的复健，对不对？这个很像复健，有没有？很像长照中心的。来，周小姐要做复健哦，推好哦，要放松哦，慢慢推哦，很像在做复健。歪了，才做完复健，然后又出来晒晒太阳哦。哦，咖啡，海洋日照中心。